小猫吐黄水怎么治？孙嘉辰，职业兽医师。在临床上，能够引起小猫呕吐的原因很多，常见的有猫瘟病毒感染、冠状病毒感染、急性肠胃炎、传染性腹膜炎、胰腺炎、三体炎、消化道异物堵塞、食物不耐受、中毒、中暑、肾衰、神经损伤等等。对于不同原因引起的呕吐症状，治疗方案自然是不同的。所以说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治疗是不能一概而论的，必须要先带猫咪去专业动物医院进行临床检查，确诊病因后，才能给予精准专业的治疗方案。比如说，猫咪是由于呕吐神经被刺激到引起的呕吐，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使用对症止吐的药物，比如说像马洛匹坦来进行止吐。但是如果猫咪是由于消化道异物堵塞，那么只有及时将堵塞物取出或者排出，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。再比如猫咪是由于食物的原因引起的呕吐，那么只能通过更换食物来进行改善。所以说，这一切的根本源于疾病的确诊。